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 Sis。Yo， 各位刚刚看到的呢，就是所谓的拉炮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拉炮的威力到底有多强？所以有多强，就是指说，如果拉的那一瞬间前面是有放东西的，那它会不会被射破呢？那基本上这种小拉炮，我觉得它的冲击力能射破的东西应该也不多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用来尝试的物品就是卫生纸。卫生纸基本上这么软的东西，要被拉炮射破，我觉得应该是极其简单的。不过还是要试过才知道。各位，我现在用卫生纸把拉炮给包起来了。等一下我会拉，小朋友不要轻易模仿啊，因为里面的火药还是有可能导致卫生纸烧起来了。好的，第一发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各位观众有看到吗？是的，几乎就是跟它本来的洞差不多大。接下来是第二种东西。塑胶袋，好的，我现在已经把拉炮放在塑胶袋里面了，好，就这样子拉着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变，这是，它站起来了，天哪！好的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来尝试第三种东西。各位，第三种东西就是水球。其实这个才是这一次实验的主要目的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拉炮是不是能把水球给冲破，或者是就会跟刚塑胶袋一样，就这样被挡住？还是我拉下去那一瞬间，它会因为冲击，然后水球就在大家面前这样啪破掉？是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准备好，我自己都有点紧张。好，来喽，一、二、三。